耳机在听这个，比较拍摄一点嘛吼，因为拄只咧唱歌的时阵，阮的 echo 是有杂音的。昨昏好不容易一讲正常，今仔日杂音阁出来啊！一点的时阵已经无安尼，我想讲应该无问题，所以这过去的物件都真歹暗算啊吼，歹暗算的代志，才会当让咱的生活较多彩多姿。拄只用耳机在听，手机的听众朋友哦，甲恁讲一声，较保险一点点嘛，可能有一点啊杂音安尼。小红为一点到即阵拢无出着声，也毋过咱今仔日呢有一位特别来宾来个节目当中，一点的朋友都想吼，咱已经甲伊开讲开讲一阵去啊。那两点的听众朋友呢，会当好好甲期待一下，过来安排一首歌，较等下再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，而且咱一点钟买开放call in，和朋友来做产品的见证，这是。